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云。看我戴的这一套澳白呢，大家就知道我帮大家定制的珍珠回来了。这一次一副耳夹，比较大的一个点位，12毫米的，是我的一个铁粉定制的。珠子呢是12毫米的，上面用的是绿宝石，上面呢用的是钻石镶嵌的。如果这一款呢要做成耳钉的话，我估计呢灵动的效果要比这个耳夹效果还要好一点，啊，特别好看。我要不说耳夹，你们应该看不出来是不是？而且我戴了好长时间了，一点也不疼。当然这一套造价有点高了，这是一个戒指，我们家经常做的一款豪华款的一个戒指。这一款戒指做过去呢，收到货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的，不管是黄色的还是澳白。项链呢是我自己的，眼里呢仅存一条澳白的项链了，所有的项链都卖完了。9到10.8的一个黄金点位，维纳斯的，今年的维纳斯价格涨得特别多，这是6月份拿的货，这段时间维纳斯真的涨得好多。来了这一盘子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这些呢都是老款的，前几段时间这个紫色的珠子做得特别好，我今天在自然光下给你们拍的。这个耳环呢做出来成品是2300，是12的珠子，这是一个这一套我们家一个老客做的，一套7000成品。这个镶嵌比较简单，其实我们家也是重金镶的，不是说像那种金特别薄，戴一戴就坏了，不戴的哈。我们家就是这点好没有售后。这个呢是一个耳钉，阿卡的珊瑚耳钉，它做的是18K 黄金。这是一个戒指，简单款的一个戒指，就是的啊，我们家天津的一位姐姐做的。我们看一下这对耳夹，上面用的都是大钻T钻做的，后面是耳夹，珠子是12毫米的一个点位的，非常的漂亮，上身效果也是非常好看。这两个戒指呢和这一个戒指呢是一个人做的。这个珠不大，应该是11的，这个澳白的戒指哈，清冷光特别的漂亮，光泽非常好，我们家珠光泽都非常漂亮的，那全是照进人影。这是一个非常浓金的茶金色的一个金珠做的，非常漂亮，上手效果也是非常漂亮。这是个简单款的一个澳白吊坠，前后一样，是个小 V 字形，但是金很厚重很饱满。这一块带给你们看一下哈，非常漂亮。这几款戒指你们喜欢哪一款？都很漂亮是不是？都非常好看。给你们来一个混搭，红色的耳钉，白色的珍珠项链，黄色的戒指，红色黄色和白色这一个系列哈，戴上去也不丑是不是？这些货呢下午呢基本上都能发走，因为这段时间呢好多地方都收不了货，能发走的尽量都给你们发走，在我这放着还有附带。新疆的件已经攒了10几个件了，给我愁坏了。这些珠子呢都有裸珠，如果大家喜欢什么款式呢，我可以按照它这个款式给你定制啊。那私人定制这一点好，比方说你想要戒指想要多大圈和我们都给你定制了，或者而且呢你比方说你想在这个款式的基础上呢你想改个款都是可以的，你喜欢自己什么的风格都可以。好，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桂云呢继续点关注点赞，拜拜，明天见。